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呢個禮拜四嘅九點鐘，阿泰咧就同阿近咧就加埋阿 B 咧就有個節目《建國研習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個建國班都有啊咁。講一講網台節目，唔該，炒可以做咗版噶啦，賣埋廣告，真係陰功。係咪建國班噶啦？已經可以幫你賣埋廣告噶啦，係咪？冇，我推測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後，佢係點作新聞啊？即係我哋諗住話講美國嗰、那個即係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話有中央情報局嘅客户，係啊，又話收外國勢力資助啊。啱啱先，佢哋而家咪喺《遠時報》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點鐘啦，大家記得要捧場，係嘛？要令到呢個所謂建國研習班咧個收聽收視率高過鬱敏踩場。日藝小知識，日本史上最高唱片銷量的歌手是 Beats， 他們由1988年出道到現在，單曲連專輯的銷量超過8000萬張。以上資訊由 My Radio 節目《仍能無傷還你知》，逢星期二晚九點至十點。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郑松泰、汤姆。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嘅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朝有汤姆啦、日朗啦，同埋我郑松泰嘅，系啦。咁喂，唔系，我想问下日朗嘢先。咩啊？日朗最近不同了，我覺得我聽他做節目又不同了，不過不是不同了，我就想問你呢、最近多了很多節目聽，你有沒有發現？我自己都追不及了。真的嗎？你有沒有 聽節目？ 我有聽，我聽新契弟同盟。我就是想問新契弟同盟。你不要又說朝早節目。什麼朝早節目？你想講你自己的歌吧？不是啊，我特登只是抽水。不過不是我，我剛才自己回來了，我回來、即是一早上起身這樣搭車回來找些東西聽、我聽回這個節目都挺好聽的，新契弟同盟挺好聽。我講建國研習班，謝謝賣廣告而已。今天是星期五早上，大家都應該是很想放假，因為我很想放假，很想放假。但因為今個星期日，大家提一提即時報的聽眾，還有提一提那麼多位受足。今個星期日呢，今個星期日就是我們每個月熱血時報派報的日子來的。是啦，什麼有人說我終於坐在中間？不是，你終於坐得回在中間。你是會落旺角的嘛？今個星期晏晝我不行了，但我早上會繼續派報紙、因為我其實我是早上經常，我早上次次都派報紙的，個月。是啊。你有沒有很慚愧啊，湯姆？不關我事啊，這個。咩唔關你事？你好似冇派過報紙。你慚唔慚愧唔關我事。喂，咁今個禮拜日朝啦，咁我哋就會喺呢一個15至16個嘅地鐵站啦，同埋喺唔同嘅派發點咧，就會派最新一期熱血時報啦。咁今期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反走私客嘅主題啊，即係講緊呢個反水貨啊，成個事件一啲嘅回顧啊咁樣啦。咁當然啦，呢個事態嘅就大家係慢慢拭目以待，因為睇到嘅就係話好似政府有一啲嘢。即係又話梁振英又走出嚟叫大家等一下，俾啲耐性啊，容忍一下。吹曬風啦，話咩一簽一行啊嗰啲咁嘅嘢啊嘛。係啊，不過講到底啦，講到底嘅就係話你。唔係啊 ，sorry， 我應該係話一日一行。一日兩行，一日兩行。而家講個講法就係話，但係點樣講都好啦，你唔取消一簽多行嘅情況，都冇乜點樣改變過噶啦咁。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同埋記得今個禮拜日朝咧就係即係攞《粵語時報》，攞唔到嘅話，咁方法你訂咯。訂咯咁樣咯，咁第一節攞到都應該訂嘅其實，咁啊係，咁啊係攞到你都應該訂，冇錯，係都應該訂，最少係訂翻10份啦咁樣啦，訂起碼2份咯，你俾你啲朋友都要噶嘛，訂一斤咯，訂一斤咯，咁我哋今朝早咧講嘅嘢都係同購物有關嘅。即係唔係？即係同呢個斤有關，斷斤計嘅。斷斤計有關，因為今日有個報道咧，係東方嘅報道嚟。咁我讀一讀個題之後，咁啊，即係日朗講下嗰個內容啦。
個題咧就係、是、個題都幾吸引嘅，個題都幾吸引。鹽檢農藥，白菜藤貴，主婦拗頭，青豆角貴過雞，80蚊一斤。係咁咁，其實咧呢一個新聞咧就係講翻咧而家嘅而家即係喺街市買餸就越嚟越貴啦。咁就係講緊就係話，即係話即係呢一個嘅食物安全中心咧，咁喺過去嘅半年就驗出咗56個即係大陸嘅蔬菜樣本就有呢一個嘅除害劑嘅殘餘。除害劑係咪即係農藥啊？即係農藥嘅殘餘嘅殘餘量嘅超標啦。咁而當中呢一個嘅青豆角更加係超標咗44倍啦。咁就令到好多嘅供應商好多嘅即係好多地方都冇得入貨咁樣啦。咁而喺呢、這個供應短缺的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嗰一個價格都係不斷咁上升啦，甚至乎係去到呢一個嘅菜販咧，佢係話呢個青豆角咧近期係賣到80蚊一斤咁樣。80蚊青豆角係貴過係貴過新鮮雞咁樣噶。咁而其餘嘅蔬菜即係譬如菜心啊、通菜啊嘅其他韭菜其他嘅菜啊，亦都係會即係升咗50%去到1倍等等咁樣咯。咁其實所有嘅問題都係源於呢一個食物安全問題，即係導致咗短缺食物短缺啦。咁所以而家買菜都變到好貴咁樣啦。你話買菜變到好貴，即係你其實唔係我想知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講咧？點解會講咧？就係、是即係揾到嗰個除害劑，揾到農藥咧，跟住之後後屘就話咩來貨短缺嘅，即係佢嗰個批發價而家真係明顯有變化到嘅。係啊，因為其實咧，如果睇翻蔬菜統營處佢嗰個嘅價格咧，佢即係喺2月10號嘅時候咧，佢嗰個青豆角嗰個價格批發價咧，就係講17蚊一斤啫嘛。但去到2月11號咧，即係過咗一日啫，一日啫，嗰批發價已經升到去31.3啦。哇！咁樣買，喂，如果買股啊，真係抵喎，一日升5%，即係咁講。喂，冇人買啫，咁問題係。唔係，不過青豆角我唔知啊，青豆角個行情我唔係幾知，因為我唔食豆角噶，我唔食豆角。但係豆角佢而家個講法就係話喺尋日嗰個報道嚇啊，東方個報道嚟嘅，就走咗去街市嗰度做調查啦，就睇出嚟80蚊一斤喎，呢個係哇，我完全冇諗過。佢最主要係講二月中嗰時咧係最貴試過係有成80蚊一斤。會唔會因為過年啊嗰時間？都唔係呢排去街市，其實我自己就都唔係好覺眼有豆角。即係所以我都唔係好肯定究竟幾多錢。不過我又去冇去東方豆角係少咗，因為之前你要留意嘅就係之前話阿游朗講過，就係因為揾到農藥同埋係講緊咩嘛？講緊因為內地嗰環境污染，然之後佢嗰個嘅即係叫做來貨地啦，嗰啲來貨地係走輪都就講錯定冇啦啦，走咗去雲南啊嗰啲地方先會有豆角來貨啊嘛。咁所以係來貨又少咗啦，咁即係本身供應少咗，產出少咗，產量少咗，咁再加上係即係你又驚有蟲蛀啊、蟲害啊，咁落藥又重手咗啦。而點解香港呢一個嗰個嘅情況咁明顯嘅係因為舊年嗰個嘅即係嗱，而家根據報道啊，個報道就係話因為舊年嗰個嘅食物內除害劑殘餘條例喺舊年8月實施噶嘛。咁即係有個講法就係話嗰啲商販去解釋，就話點解咁貴，就係因為嘅就係嗰個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就令到即係嗰啲檢驗農藥嘅成本上升。係啦，檢驗農藥嘅成本增加咗，亦都係因為咁咧，就令到嘅來貨價係即係叫做提高咗啦咁樣。咁但係阿湯姆你有去買餸噶嘛？係嘛？我有去買餸。但係你好似最近少咗嘅話，唔係少咗，都有去買，不過買嗰、那個即係我通常如果你買菜咧，就我買咗好耐係本地菜嘅，即係就算貴啲咧，其實都貴幾多，起碼貴50%。你話講本地菜有冇機嗰只先，定還是本地菜？我唔知佢係咪有機啦，總之佢係本地先咧。即係你講本地，睇你個樣都係百佳買噶啦。唔係，我最憎去百佳買餸。啊，係咩？係百佳係最撲街嘅。我都想講，我都唔喺百佳買餸，但我會去維康嗰度買餸。話住都開得名，我話俾你聽，天水圍個百佳係最撚撲街嘅。點解咁講咧？點解咁講咧？嗰啲豬肉又差又唔嗰啲餸，尤其是咧擺貨嗰啲位咧，佢嘅擺到硬係一 pat pat 擺好，有啲一 pat pat 啦，有啲就都係集埋一嚿啦，但係咧好多時都霉翹曬。咁咧，但係咧就正因為天水圍大家都知啦，亦叫得悲情城市嘅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冇得選擇好多嘢，係咪先？通常都係你係百佳咯，因為好多佢冇商場啊，亦都冇嗰啲好多舊區有個街市啊，或者佢嗰啲全部領匯嚟噶嘛。咁全部啲街市細柒柒噶嘛，咁啊變咗咧細係啊，咩形容詞？跟住新穎，跟住大又點咧？大又點咧？大屌屌，大屌屌。
做你做自己節目又唔見你咁跳出嚟。喂，雙傑可唔可以開冷氣？唔開冷氣，好乸熱啊！啱啱個狀況係咧，你變咗，其實我鄧嗰啲真係居民好慘，因為我自己你唔係居民嚟嘅，唔係我，唔係我意思係咧，好多阿嬸阿婆啊，佢哋真係日日煮飯。我自己個生活習慣好多時咧就真係可能 weekend 嗰啲咧煮咗好幾日，跟住平時加少少簡便煮個餸菜，譬如煎個蛋啊之類咧，咁就為之一餐嘅，你即係感覺你係煮一兜咖喱，跟住然之後開星期禮拜都係啦，咁當然啦。當然啦，你嗰個 weekend 就唔係淨係煮一兜咖喱，你可能煮幾樣嘢啦咁樣啦，即係嗰個習慣係咁啊。咁變咗我就唔會話真係日日都要去買餸呢個行為，咁可能 weekend 先需要去做。唔係我都係喎。有時咧譬如有時我會見到譬如朝早嗰啲時分去超級市場買啲嘢咁講啦，我就一定會見到成扎阿婆咧圍 Q 住個百佳啦，個豬肉台咧。好，我覺得佢哋好慘咯，即係咧，你以前僆仔或者就算現在去街市你都唔會話需要咁樣去揀啲豬肉，而嗰啲豬肉咧係霉霉地個感覺。但係又正正因為我想講咧，我集一集團，我見過豬肉咧，因為我逢禮拜六日都要煮飯嘅，我逢禮拜都要煮飯。我見嗰啲豬肉咧，我係去都係惠康百佳嗰啲買啦，係有蟲嘅大佬。哇！我係見過有蟲㗎，咁撚恐怖。係啊，你繼續講你咁啊，講翻咧，即係我就戥嗰啲阿婆仔好慘啦，因為佢哋咧就講真，佢哋又交通費可能遠啦，因為你可能佢要跨區話，譬如你元朗咁，如果佢唔想被逼要去領匯嗰啲街市仔細柒柒嗰啲咧，咁你去翻元朗嗰啲比較正常大啲嘅舊街市咧，咁你去始終車費同啲阿婆仔又辛苦啦，咁所以佢哋就被逼咧，因為佢哋日日要煮餸啊嘛，又要煮飯啊嘛，咁佢咪被逼要去百佳呢啲咁嘅地方買咯。唔係，同埋你去親百佳嗰啲咧，譬如即係舉例啦，因為呢個報道講菜啦，我哋可能係講遠少少，但係唔緊要，都係因為都係購物啫，唔係購物，即係都係家庭主婦最關心嘅題目嚟嘅，即係賤物鬥同，但賤物。鬥窮人係梗啦，即係而家香港地咧，都坦白講，因為小弟有前半生，小弟前半生都喺街市度度過啦。咁我而家都要煮飯嘅啦，自己屋企。譬如你話舉例咧，去百佳嗰啲咧，唔好話講頭先嗰啲有蟲咁恐怖喎。其實但係好多時候啲肉會魚啊，即係買嗰啲豬肉翻嚟啊，係魚色嘅豬肉咧，係好常見嘅而家。即係你要係食得好嘅咁點咧？你咪唯一一樣嘢喂，你見到而家菜。你即係譬如豆青豆角嘅，講緊$80一斤，咁你不如咁啦，我俾多10-20蚊，然之後食外國或者食翻啲內佬嘢，或者食翻本地有機嘢啦。即係我自己屋企係咁樣，我自己屋企堅持咧，其實好坦白講嘅就係，你可以話係好少知啊，但係。喂，但係你命仔嚟㗎，大佬，係咁離地啊，你先係咪？係有少少離地咁死，中產先有資格。好笑。唔係我屋企煲番茄薯仔湯啲番茄賣有機番茄嘅，咪咯。但係用有機番茄嚟煲好撚貴，好撚貴。但我都唔明點解咁就鳩幾蚊咁煲出嚟。唔係同埋你明唔明啊？你煲湯，你煲番茄薯仔湯，你其實冇營養㗎啦。即係特別你有啲，你話以前嘅你 keep 住，譬如。可能呢啲嘅唔係老，即係番茄薯仔湯唔係老火湯咯，當然咁你肯定啦。你煲個零鐘、個半鐘係 O K 嘅啦，係咪先？咁但係你等阿姐姐煲，姐姐煲咪即係你嗰啲番茄溶曬，你唔會有得食㗎，你冇曬營養㗎。但係我屋企都要買呢啲麻油雞嘅，都係要㗎，都係麻油雞嘅。咁你冇農藥啊嘛，有機最主要係係，但係又唔代表係一定係好嘅喎。即係因為你最基本一樣嘢就有機，即係話俾你聽有蟲啊，唔係黐鳩線啊！依個唔好亂噏。唔係我係咁睇，因為你要搞清楚，唔係講緊邊一樣嘢好唔好啊？唔係邊樣嘢個做法好唔好就係、是，喂你落農藥，你一定會靚噶啦，睇上去，即係一定會睇上去靚噶啦。咁有機所謂好唔好就係因為你驚農藥食咗入去，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喂有蟲都唔怕噶。你煮咪得咯，你煮咪得，你煮瓜咗佢咪得咯。但係農藥唔係嘅喎，係啊，農藥殘留喺度一路可以唔走咁樣，即係有啲菜咧，直頭要啲菜販同你講啊，嗱呢啲菜咧，嗱哥仔教你啊咁樣，即係佢成日都叫我成日都咁講啊，我好中意去街市，點解？其中一個咧，佢哋一定叫我靚仔噶嘛。好開心去到之後，好少嘅機會咧，明唔明啊？跟住咧去到之後，跟住話靚仔教你，跟住咧嗱，呢啲菜咧，依個菜一定要浸翻去個幾鐘，咁你先好食咁樣。
唔係佢咁講，佢咁咁我都唔知有冇考嘅，你唔知道，唔係因為有個最基本講法嘅，即係呢啲其實係你即係嗱，我呢個可能班農滿婦啊，你家庭主婦嘅聽眾唔好 challenge 我啦，農藥是煮不走的，即其實都有專科醫生就說，如果你是浸在水裡面個多鐘的話，是有效稀釋到那個農藥的，但是如果你是煮的話，無論你怎麼煮，這些毒都是不會走的，不是在你的烹飪裡面，是咯，都是即在你的烹飪裡面，你都是喝你都是喝回那碗湯，而且你是可能是吸收了進去你的食物裡面的嘛，即舉例譬如你是跟豬肉一起炒，你那些水就進去了，即你會 absorb 了在裡面的嘛，即所以譬如剛才那個阿靚仔的師奶，即不是單單 是阿谀奉承你叫你買東西，但是實際上就是喂，點解喂我翻屋企咧？我啲菜咧，我屋企煮飯咧，要個姐姐咧浸三粒仲嘅，好誇張！你真係喂，係講堅，但係有啲菜你浸得耐又唔好食嘅啦嘛，變咗咁係噶啦，你會霉咯，你會霉咯，所以就總之辦法。所以我講嚟講去咧，我頭先講完屌完百佳之後咧，我就話。在我自己買餸習慣就是我通常去屯門街市買的，是我由天水圍住的，哇我好遠的，但是喂你去屯門街市買，你是啊，我新墟那裡咯，我經常都去那裡買的，跟住呢就那裡有一些本地的食材呢就比較多一些，就是豬肉會有啦，菜會有啦，當然它大部分其實以嗰個檔數嚟講，咁佢都係賣大陸嘢多嘅，但係佢始終都因為佢夠大咧，佢就仲有得俾你選擇，仲有得揀咯。咁大部分都賣本地嘢。咁頭先講本地菜嗰啲，譬如你唔好講豆角咁誇張啦，佢攞嚟做題啫，$80咁樣就佢話有啲其實有啲地方都賣試過賣$40嘅，咁好撚誇張好多。咁但係你見到有啲係十幾廿蚊斤或者$20+一斤一個菜心都是常見的事嘅，廿幾蚊斤你都覺得常見？係啊，常見㗎，我係會見到。唔係喎，但係廿幾個廿幾$15-16我應該好乸貴喎。$15-20就通常係咁啦，有時都會去到$20，可能天雨關係啦嗰啲。咁但係咧，嗰啲都好都仲係大陸菜嚟嘅喎。都仲係大陸菜嚟喎，咁有如果你要本地嗰啲，又可能又要再貴啲咯。本地嗰啲就。在我自己的經驗就不一定是講緊係咪有機啦，總之本地，但係我覺得本地咧，係本地係 first priority 咯，我自己覺得，唔係一真係好食啲嘅，講真的，係真係好食啲，你唔係喂你唔使你就咁白殺都唔同啦，即係你好，因為我被譬如我屋企咧，我屋企係唔落鹽嘅，我屋企係冇鹽，除咗係用粗鹽嚟洗菜之外，我屋企係冇鹽，近乎係。因為唉，唔好講呢啲咁嘅嘢，因為係好都幾慘淡，所以我出親嚟街食咧，我都會食好濃味嘅。但係我屋企咧，我老婆唔係咁中意係好濃味嘅嘢。咁、但係咧，譬如頭先阿湯姆講咧，我好奇怪喎、你走去屯門街市買咧，屯門街市係屬於食環街市嚟㗎。新墟嗰個係好舊，食環處係食環處街市，食環街市嚟，你又知有冷氣噶嘛？你又知嘅，我住屯門嘅。啊，係喎，你住屯門嘅，你有冇去街市啊？咁啊入？其實我係少去街市嘅，其實。睇你嚟緊都知啦，但係你都唔翻屋企嘅，因為其實我屋企人都係通常都係去百佳啊、惠康嗰啲買餸嘅。係因為我屋企樓下咧，佢係有一間百佳，有一間惠康，起埋同一層添嘅。咁之後咧，其實咧，如果你係買餸嘅話咧，基本上係喺超級市場咧會平過喺。附近的街市買嘅喎，嗱呢一個我又覺得阿日朗呢個講法係有合乎我最近嗰個印象。係啊，因為其實買產咁，譬如買產咁，你百佳惠康你買產可能講12-13四個三啊12-13三個咁樣，咁但係你去到街市嘅話，你可能去講緊係賣緊$20四個咁樣嘅喎，係講緊係貴差唔多$1-2一個產咁樣嘅喎。係，唔係啊？因為點解我會話日朗呢一個？因為嗱，阿湯姆你就會去嗰啲食環街市啦，你會特登去，你住天水圍就登走去屯門嗰個街市啦。咁但係咧，其實今個啲即係呢一單東方呢一單報導啦，咁當然係嘅，就係講緊淨係飯，淨係指緊呢一個蔬菜啦。譬如舉例嘅就係、是、菜心係話升幅超過50%啊嘛，由半年前$12變到近排$20。通菜啦，不過通菜大家可能喺屋企可能好少食嘅，相對你啫嚇、我唔係點樣食通菜，但係依個超經常係咩？我屋企通常都係菜心生菜啊。
青瓜、矮瓜啲咁嘅嘢嘅啫。呢個你嘅飲食，呢個你嘅飲食習慣。唔係啊，通菜通菜你習慣，通菜你唔劈一劈濃味嘅落去，你覺得唔好食噶嘛，大佬。或者你唔用。唔係依一節變成你冚聽阿嫂嗰個，即係唔係咁講？味淡口令到你令到你個生活好美滿。我呢個為咗你，除咗性壓抑之外，仲有呢個淡味嘅壓抑。我反攻徐恩鋪路唔係啊！你譬如通菜呢啲咧，佢報道係講半年前$8雞啦，跟住而家近排去到$18-20喎，即係你全部大部分菜都超過半成。咁當個報道咧就將呢一個即係成個菜價嘅飆升，大家喂百菜騰貴，百菜騰貴，就將嗰個嘅原因咧就事源嘅就係咁係掕落到去嗰個食物內嘅除害劑殘餘條例啦，即係舊年8月實施嗰個嘅即係檢驗農藥條例啦。咁但係咧，實際上咧，我想講咧，未必係嘅，即係嗱，即係你咁講檢驗嗰個嘅條例，佢係嚴謹咗嘅，喂，實際上呢一個係需要嘅，因為好坦白講，我就大陸而家落啲咩落啲菜度，你鬼知咩？係，即係嗰個你連咩都唔知啦，你連嘅就係譬如即係任何嘅爆炸品啦，咁你唔知佢會唔會落到啲咩落去，係菜都會爆炸噶嘛，大佬。咁呢一個係令到人擔心噶嘛。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嗰個菜價嘅貴咧，我唔知道究竟即係東方呢個報導去咩嘅街市啦。但係據我自己所知咧，譬如頭先阿日朗講嗰個咧，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反而佢啲屋企人會中意去維康百佳買，就唔去嗰啲嘅食環街市買咧。我屋企樓下個靈匯街市，你個靈匯街市，靈匯街市又難講啲喎。譬如舉例嘅就係、是據我自己所知啊，其實以前嘅市政街市，以前嘅市政街市啊，即係而家嘅食環街市咧，其實某啲區嗰啲嘅食環。即係食環街市咧，係貴啲喎。嗯，係灣仔咯，灣仔定係貴啲啊？灣仔街市啦，沙田街市啦，即係沙田新城市廣場隔離嗰個街市啦。柴灣市政街市啦。即係柴灣嘅食環街市啦。最明黃大仙啦。啲一紮嗰啲食環街市咧，有個好古怪嘅現象嘅，個現象嘅就係、是。其實實際上那些嘅鋪頭咧，係因為是以前那些嘅食環牌照嚟噶嘛，即係市政牌照嚟噶嘛。其實是細集的 ，OK， 係細集的，即係譬如舉例嘅就係話個仔唔做的話，咁其實佢係唔需要收翻嘅，佢係可以係再轉租俾人。當然啦，係可能會走法律罅噶啦 ，OK。咁但係由於因為佢個成本低咧，咁你會覺得你常理嚟諗嘅就係話，咁你應該平啲，佢又平啲，但又唔係嘅喎，反而喺食環街市咧，你有留意，譬如喺近排咧，特別係過年嗰陣時個報道咧，食環街市係超爆貴嗰啲嘢。喂，原因嘅就係、是、通常呢啲咁嘅食環街市咧，其實佢係位處於嗰個公屋或者個社區最方便、最便捷嘅位置嚟嘅。係、咁你相對於譬如舉例嘅就係話你去到其他啲領匯街市，你覺得你譬如可能你都覺得領匯街市都係貴嘅，又或者佢變咗係百佳啲嘢都係差噶啦，差兼且貴嘅。但係而家去到個地步嘅就係、是、以往譬如好似阿湯姆或者有一啲嘅朋友嘅印象，你以為去翻啲舊街市，即係所謂食環街市啊，相對嚟講平啲咯，又唔係喎。哦，咁樣。又唔係喎，喂，點解啊？因為中間嗰個無利而賺啊嘛，喂，我個租又平，我位置又喺度啦，你有廿條友嚟買嘢，同我15個人嚟買嘢，我浪高啲個價嘅話，其實相對於嚟講，我冇乜好大嘅損失嘅喎，你買唔買唔買算咯，你行遠啲啊。咁有一個狀況係本身領匯嗰啲又貴咗。你百佳嗰啲又貴咗，咁佢你譬如可能講你個食環街市，其實即係嗰啲舊街市啦，嗰啲咁樣啲舊街市，佢哋本身可能佢哋入貨靚翻少少，咁佢咪可以浪高個價，因為你本身其他嗰啲貴啊嘛已經。係啊，係，喂，所以唔係話單純譬如睇個報道嘅，就係、是、你見到係嗰個嘅食品安全或者係嗰個嘅除害劑條例咁貴咗。其實不單止是咁，而是本身香港整個嗰個嘅食品供應市場、那個零售市場啊，同埋當然批發有關，我批發好多壟斷啊嘛，大哥啊。其實整個嘅零售市場係喺嗰個社區上面咧，係你好似頭先阿湯姆咁講，係一個出現一個好古怪嘅市場競爭嘅狀況嚟，即係個競爭本身有問題，那個市場個競爭有問題。你喺食環街市，佢個租低，嗰班友。
即係嗰班嘅街市佬，喂，貴啲貴啲平啲，其實實際上佢唔會係因應你嗰個市況嗰個需求嘅彈性好大嘅，即係所謂嘅就係、是，喂，我唔會見你突然間人少咗嘅，跟住我就減價咯咁、我唔會嘅。點解就係、是，哇，我租咁平、我賣得多兩棵菜嘅話，咪賺得多幾蚊，有乜所謂啫？咁咪晾住個價喺度咯。同埋再講，好似阿湯姆咁嘅講法就係、是、話。喂，淨係正正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咁樣嘅優勢，於是佢就入啲靚貨。係，佢入啲靚貨就同你喺其他出面嗰啲嘅街市，譬如你係領匯街市或者係大超級市場去比，你去中意買，譬如係講緊廿蚊菜心或者25蚊嘅，你去呢一個百佳買，我賣到30蚊嘅喺裏面，但係賣最靚嘅有機嘅嗰啲嗰扎，即係有機唔一定最靚啊 ，sorry， 即係有機嘅菜心，或者靚嘅嘢，靚嘅嘢。咁你究竟你揀啦？你係究竟你會去呢一個百佳食都 OK 貴？唔係即係除非你個真係好即係嗰個好生活費比較緊絕一啲啦。如果唔係，你都可能屌我唉，我俾多幾蚊算撚數。唔係我咪俾多幾蚊就走去嗰啲嘅舊街市咯。喂，所以呢個現象咧，話點解會自物夠鬥窮人？唔係講緊嘅就係話你所有嘢，喂呢啲唉都係你、都係你一定會遇到啊成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實際上冇事，繼續。錄嗰啲咩落？唔係，但係實際上咧就係因為你本身你，譬如作為家庭主婦，你去到社區嘅話，你去揀去買餸嘅，喂，你睇一睇，嗱，百佳啊就腳，但係啲嘢真係唔得嘅，即係舉例啊，百佳，喂，但係呢個大家都常識嚟嘅，百佳啦、維康，即係啲連鎖大型超級市場咯 ，OK， 大型超級市場咯。領匯街市嘅相對嚟講，可能你會覺得嘅就係、好少少，但係都係貴㗎啦。同埋通常你冇咩選擇，冇選擇係啦，冇選擇，兼且係麻麻煩嘅嗰啲鋪頭。即舉例嘅就係、是，譬如你去領匯街市，你諗住買嚿魚，仲諗住切嚿10蚊嘅魚腩啊？你俾人屌，屌你出門口，即咁講啊！佢唔理你都講啊，聽唔到咯會。你就同佢講，老細俾個10蚊嘅玩魚腩，你諗住兩條友諗住蒸嚿玩魚食下。喂，阿哥咩世代啊？10蚊、20蚊啦，最少慘，即係咁嘅情況嚟嘅。但係去到舊街市咧，又唔係喎，就係由於因為個市場競爭啊，就係你本身喺出面係相對嚟講壟斷嘅狀況。咁去到一個舊街市，你理論上認為買到平嘢，但係因為舊街市個租平，個反又冇乜所謂。咁啊，結果所有嘢就越炒越貴。喂，所以其實好坦白講，呢篇報道咧，即係你話燃起咗呢一個咁樣嘅對於。對於你個平常日常生活飲食習慣嘅記憶壓啊，跟住我諗一諗，冇咩濃味嘢食啊平時。係我諗，因為今日禮拜五啊，我諗死屌，聽日食咩？呢兩日又要煮餸啊咁啊，大家家庭主婦嘅朋友，即係你哋俾啲意見啦喺個 group 嗰度。咁大家點樣可以即係買到啲好嘢，同埋點樣可以慳下啦？自己種係喂，其實係嘅喎，其實係。我都試過下噶，但好麻煩啊，是好麻煩的，即係我試過種嗰啲番茄嗰啲，你搞唔掂嘅其實，即係可能我笨啦、個人。唔係我試過㗎，我試過，但係當我考慮到就係我喺屋企村屋其實容易。我喺天台種，我只狗走去食咁點啊？喂，仲有就算屙尿嘅咁，我咪直接食佢嗰啲嘢，雖然係有機啫，啱唔啱先？總之即係如果你講到最尾都係香港復耕啦，屌！係嘅，其實係呢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你見過係冇，見過係冇辦法要考慮呢個問題啊咁。咁我哋休息一陣。